晚安，大家晚安。我今天只开一个小时哦，先跟大家说一下。九大晚安，手机还好吗？我手机坏掉了，可恶！叫晚安。哎，我有跟你们说我手机坏了吗？虽然有说我的手机，一直说我的手机很烂。欢迎谢上红玫瑰，今天好想你，我也是。这个玩手机怎么了？就是开不了机，就算开得了，差不多一分钟或是三十秒后就又关机，然后它会一直重新开机、重新开机，但是不一定可以用，嗯，就是坏掉了。所以我昨天就是一直试，然后把里面的照片都传到电脑里面。对啊，我觉得真的要买新的。可叫晚安。所以我把 SIM 卡移到我的这边的手机，嗯，然后这个就没有再用。可是比较不方便的是 LINE， 嗯，就是我只有在家里用电脑的时候才可以用以前的。该换苹果13，不行，太贵了，不行，我没有钱可以买。这边。咦哟，好一晚哦。那你们有买 iPhone 吗 ？iPhone 13吗？床上晚安。波达晚安。卢卡买那只冰淇淋怎么感觉是超大一只？我也觉得哎，比橘头还大，安卓派。没有买过苹果的产品，了解。十月都指定给你买手机，就看那只冰棒，不是冰棒吗？应该说酸奇林，对不对？我也觉得超大只，没抽到只 BB 耶。这次没有人跟我说谁抽到耶，你有买吗？好用吗？要确认真好。你看。我最近买了新玩具，它会帮我的头发卷一卷，很好用。志宏晚安。对呀、啊，我知道搞事仔有抽到，谁呀、啊？谁是搞事仔？那个会加热吗？会呀、啊，不能摸，会真的很烫。对啊，谁是搞事仔？啊，没有，我知道一个人，我知道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人而已。甜甜圈最会搞事，我不是搞事仔，所以没抽到。哎，不要这样想啊！今天头发好卷，对我买了新玩具，这算是玩具吗？蛮好用的。八维晚安。而且这样，我平常之前用卡妹的那个就很难用。对，可能是因为我头发比较短，比较适合这边细一点的。你说的算，谢谢小月送我一封信。依依晚安，甜甜圈最会考试的居然不是我吗？你是根本没有抄我的纸笔吧？是吧？你说什么？这根可以用来抠？就这次抗议，又敢这样？不行，太烫了。那应该不是我了。小易晚安，英田晚安，谢谢小玉的真情告白。可是比较难用的是，就是里面的头发，因为比较短，所以，嗯。就算可以卷，只能卷下面一点，直发比较好看，真假的？谢谢小月送我蛮花，银白蛮花，谢谢送我好多，谢谢哥家的粉色蛮花，我喜欢卷卷的，
真的吗？对，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打 call 可以顺便帮前面的指甲，可是粉丝头发，除非是女粉，粉丝的头发感觉都是短发，短发就好了，不要长发。怎么感觉会把头发卷进去？对呀，是这样用的。一个小时很快就过了，光是晚上就10分钟。对啊，现在已经超过5分钟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等一下。谢谢小玉送我超多棉花，真的一直都收到这个，超棒的。我看一下留言哦。小翔晚安。甜甜圈不是都光头吗？坤坤晚安，那就不用帮我了，本来就卷的，有自然卷是不是？虽然我原本也有，可是烫直了之后就。自己卷卷才会有卷。小仙晚安，谢谢送枫叶，谢谢青云送棉花，感觉很容易卡住，不会不会。对，乱马蹄，这个礼物可以换什么？我也不知道哎。谢谢烈滚送真情告白，我这个也有送过一真前辈迪卡。我也不知道，我背包就莫名其妙的有两只在两个漫画礼物，可是啊漫画礼物，可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拿到的，好像又不太像，不知道能换什么。甜甜圈哪里有罐头？我们交个朋友，有啦，有真的有。CJ 晚安，那青云算是罐头吗？为什么我的是粉红的？我也不知道哎，大家的颜色都不一样。那个你们开播也会有，可你们60分一个哦，看别人直播就会有是不是？还是我自己开播，60分钟就可以拿到一个。克里斯晚安，一阵前辈不然突然不熟的感觉。澳门客晚安，你开播我们开也有，了解。眼睛好漂亮，谢谢一口。分享也有，分享那我分享，我可以分享自己的吗？可是我也不知道收集的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像也不算是浪花礼物。谢谢那个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转转盘分享追踪送真情告白好像都有哦，送真情告白也有，原来如此。谢谢那个小金色的漫画存在感，咕噜咕噜。对，而且我发现卡妹那只，我用了很久，就会有那个烧焦味，可是我今天用的这个就不太会。续费也有，一天好像能解一次。志祥晚安，谢谢那个送我100漫画。哦。卡妹那只太烫了，对呀、啊，虽然是可以调，而且我不太会用那只，反正这几天一下子就累积刚刚那些，那就改用这个吧。对，我9月9号下单，现在才拿到的，因为卖家寄错东西。对，我原本订的是这个，可是他寄了别的东西。所以我又等了，我又多等了1-2个礼拜，然后所以我家现在有这个，还有一只，就是寄错的商品，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退货比较好。你们虾皮有用过吗？你们有换货过吗？可能是今天是礼拜六的关系，他目前还没有回我的讯息。谢谢你跟什么多远啊，多远都要在一起，又遇到退货问题了。对，我买了一只烫直的，结果我头发好短，根本没有。你是没啊？烫直的，
哦，原来我没换货过，卖家通常也不想拿回去，是吗？他还要自己付运费，可是这只一只300多哎，这样好像还是寄回去比较好吧？好像你之前忘的，对，可是那只眼线，我那只是眼线笔，它一只才不会很贵，一两百而已吧。而且那是假的，后来就是后来发我自己发现那是假的，所以他直接帮我退款，不是，对，退款，然后我也没有换回去，可是这个就我觉得还是换回去比较好，价格不高他就不会要了吧？今天小时会唱，对，我在想今天唱一首，或者就不要唱歌，明天再唱，到现在都还没退回去吗？就不用，我问了他也没有回我啊。上次那个，对，反正他都退款了，我也就这样吧。而且我现在都用了，他表示你问问看，说不定他就送你了。他问我说要换款还是就是把钱直接给你，不是就是我多付的钱要不要直接给我？然后我选择换款。北极熊晚安。对啊，虽然是真的，一小时过很快，来不及唱歌。有可能。谢谢烈哥送我一封信，谢谢。从这送我小卷游戏的心情。谢谢哥将那封信，谢谢烈哥那封信，谢谢北极熊的夜餐篮。他没回就是他不要，对。反正你也没有，对啊，我赚到一支眼线笔，虽然那是假。假款可是蛮好用的，电脑版没有粉色特效，没有粉色特效什么意思？卢卡今天要去哪里玩吗？今天只有培训而已。谢谢善缘送的四叶草，小五晚安，四米晚安，小献血送我来签到。刚刚说的送礼物特效哦，原来培训啊，辛苦了，今天就我们练了腹肌，腹肌，就是拉筋啊什么的，拉筋还有，那点哦，体操，不是体操，反正就是一些练肚子跟腿的肌肉的动作，所以我今天一回来，哇，累，真的好累，直接睡觉了。仰卧起坐，也不算是仰卧起坐。对，去练肌肉。我们不是每次都会，就是有时候培训时间比较久，然后现在练的歌也差不多练好了。有时候老师会叫让我们就是训练，训练我们的，对啊，练我们的身材。记得多要你的好朋友肌肉。对，我今天做完之后，我直接涂满，然后发现我有线条。做完那个动作有线条，可是吃完饭就没了。对啊，偶尔练一下就真的会很累。宛如晚安。哪里有线条不给你看。早上晚安。TDP 炸鸡肉的歌是，对，马甲线这里有成果之后就可以肉体肚肚踢，但我觉得应该是做完当下才会这边有线，我觉得现在没了，现在没有肚子没了有线条吗？那很厉害，现在应该没有，除非我用力，没用力就真的没有。骗，对，然后那个双麒麟，有没有看好？真的超级大只，想说店员是不是很喜欢我？对，我去买的都是同一家的全家，可是跟上次不一样的是，上次等了超久，排队了也很久很久。那时候就是
刚好那只双起也很红，可是这次的话就只有我一个人买。对啊，所以可能就里面有沾很多，里面双起灵就够用吧。我们上次因为人太多，我还在全家那边等了15分钟。1.5倍大。对啊，我吃的时候想说，我怎么一直都吃不完？真的太大只。阿嬷养的双起灵，冰淇淋再吃多一点就没有线条。好不好吃还是在吃，我觉得蛮好吃的。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以前的橘子口味。我就知道女孩子果然比较吃香，应该是喜欢你哦。我去买，可能只有饼干，吃得完一个人吃，可是吃到一半，就是我发现我在发抖，因为真的很冷。要不是新店员就觉得卢卡斯可爱。多给一点，下次怎么吃不完？我明天去买买看，知道店员是不是喜欢你？对呀，你要去那边哦，还是你家附近哦？橘子口味吧，以前的店长会问那个店员原料什么缺蒜，你有头绪？对，应该店长问，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新人，形容的好具体。我遇到你一定不收钱，还多送一只，吃不完啦！在哪吃？怎么会了？在全家里面吃啊！我不敢在外面全家外面吃，因为口罩要拿掉嘛。对，我不想被太多人看到我没戴口罩的样子。我家旁边的全家店也是都挤超大只的，所以你们家附近也有。那种胖胖双起灵的机器是不是？听说全台湾只有30几间的样子，只有那边毕竟。泰罗斯晚安，喜宝晚安。不过你肚子才好没多久，会有点意外。谢谢尝试做浪漫相机。这么快就开始吃？对呀，我妈也说你是白痴吗？新竹只有巨城有的样子，所以你要去吗？你要去巨城吗？我家旁边那家刚好是胖胖烤的，这么好，这么好。西瓜口味我觉得还好，不是还好，就是好吃是好吃，只是。综合口味的话，就是那点的呢，西瓜牛奶的那种感觉，对，卡妈直接念，对呀，我家这边没有胖胖，我现在住的地方附近也没有什么，没有，你要一起去吗？明天吗？明天不行。我不知道我这边有没有，可以去尝一下。好怕的冰淇淋，西瓜牛奶不错，我喜欢喝。真的吗？牛奶会盖掉西瓜味，对对对，没错。上次的橘子口味，因为橘子比较酸嘛，所以吃一次就有，就是橘子味比较重。可是西瓜可能味道本来就比较，天母的全家连双起灵都没有。不过可以点纯西瓜的，纯西瓜的我们还没吃过。我今天吃的只有西瓜。阿基达晚安，肚子开始疼了。我今天没有吃冰啊，为什么？不行，我想穿衣服。等一下。哎呀，不是，应该是裤子太短的关系。平常练舞的时候穿这种裤子是很好的，可是只是一直在坐着聊天，然后有人气的地方，肚子就很容易变痛。
而且我刚吃完晚餐，对，我今天晚餐吃便当，外面卖的。最近天气开始变冷了，对呀，注意身体，没问题的。变成可以穿长裤的季节了，是不是今天晚餐吃太饱？对呢。晚餐吃太快，我平常吃东西都蛮快。我在家穿裤子也没事，我在家不穿裤子也没事。男生应该都，我也不知道，男生跟女生，我一定要穿衣服才可以。便当寿司、またお腹痛くなったの大丈夫？あ、大丈夫。あの胃の痛さじゃなくて、多分冷えただけ。今短いズボン履いてたから。男はみんなパンイチ。本当？まあでもうちのお父さんもそうだったかな。夏の日は。秋天開始日夜温差大、身体容易出問題。桃園全家没有胖胖、看来要买两个。假装他很胖了。我是不穿上衣派的。我记得我爸也是。夏天他也没怎么穿衣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样很容易过敏耶。季节转换真的身体容易不适。真的。很容易得感冒。あれ？どっちに向いたんだっけ今日。こっちか。这两天开始有点入秋的感觉。对啊，都十月了，如果还是很热，我也受不了。对，可是今天很热。等我一下啊。你是旅冠吗？想说名字怎么有点像路人？晚安晚安，我是一年四季只穿内裤派。好哦，夏天不穿上衣，汗不是会流到椅子上吗？对呀、啊，你后面小猪也不穿衣服的，看来又只有我注意他。不要讲出来，袜子加甜甜圈。晚安晚安。啊，我又说纸胶，纸绝啊纸绝。秋日红晚安，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觉得。回放兔来，我还以为是路人的有钱人。然后想说刚好名字叫甜甜圈。是指甲才对。对哦，女指甲。一下子改不回来，也太刚好。还没转换过来，而且他名字的团根本不是甜甜圈。哪有那么刚好？那是陪伴的甜甜圈，不是吧？那是贝果吧？那不是甜甜圈，是贝果。还要加粉丝团呢？对啊，可是他留言才会出来那个甜甜圈的那个名字。那个不是甜甜圈，我找很久哎。尴尬，不用尴尬，有时候真的有人会打错。旅伴要自己解释，对，甜甜圈压走。加甜甜圈，贝果其实也很好吃，我也很喜欢吃啊，我也很喜欢吃贝果。我的早餐有时候可能是吃贝果，看来又一个甜甜圈改名。假的甜甜圈，欸，我看安卓就比较明显，那是贝果，是不是 iPhone 就很 iPhone 的贝果跟甜甜圈长很像？贝果是面包啊，当然很硬，总之还是个布丁粉。欸，不要这样说，欸，他特地帮我改名呢。啊，你也是安卓，布丁口味的贝果。我们中间出了个冒险号。我先排旅馆。以前高中上课来不及，都买超商的贝果当早餐。对，那个起司口味的贝果好吃。电脑看起来像，那是什么？每个手机看起来的那个
每个手机的 FOC 都不一样了，什么开了？好了吗？头啊，头，头版吗？什么是头版？哎，我的电脑显示没有显示哎，就会变成四角形的那个。嘿，跟旅馆有关就会卡，知道到了没有？不要这样。再卡久一点，青云要讲不该讲的话，那就是不支援这个图案，电脑会迟延，你等等重整一下。哦，是这样吗？我看一下哦。哦 ，iPhone 的比较 ，iPhone 的更像贝果，安卓的有点。做了，有点像甜甜圈，没错，对。然后我现在用的 Asus 看起来像面，面包的那种感觉，又可爱，找到了啦，甜甜圈，耶！乱讲话被卡了，怎么了？苹果的真的超级像贝果，橘子椒，椒椒，多棒的通知，怎么了？你们怎么突然这样？太像人名了吧？好大声！我要调一下啊，因为我最近闹钟也用这一台的，所以我故意把声音开了很大很大。这个是什么？这个哎，那点的给 pretzel， pretzel 的中文我不知道哎，蝴蝶，不是双胞胎，不是双胞胎，蝴蝶饼干。说到德邦，我这两天遇到五次桥本前辈，感觉他好常玩。对，听说他是最会玩德邦的成员。饼干，我觉得是饼干诶，是面包吗？我看一下哦。可是这对，好像没有盐，上面没有盐巴，那可能是饼，那可能就是。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あれ。有一个面包的名字。盐水面包才对。プレッツェルみたいなパン。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これ。プレッツェル才对呀。对，一样是プレッツェル。プレッツェル。日文的话就小小的那个。蝴蝶饼干跟比较大的盐水面包都是一样叫 pretzel。蝴蝶，对不起，蝴蝶。对 ，pretzel，pretzel。然后我查一下 pretzel 的中文。谢谢子教授，灿若翻新啊，碱哦，碱水面包不是咸，好，讲错了，碱水面包 ，pretzel， 有一个德国的面包，我太久没有吃这个面包，好想吃哦，下次直接念新名字。可是这边写盐味卷饼，还可以念素盐卷饼。
好了，应该那应该有很多很多念法，很多很多念法。盐水面听起来像台南，是什么碱还是哎碱？碱跟盐梗。谢谢子佳送我好多银百漫画，漫画我都念 IKEA，好多名字哦。对呀、啊，在台湾真的比较少吃这个，那个东西这么多名字真厉害，我也觉得。我比较常吃就是小小的，小小的很好吃。太多了，我还剩了一些。那面包超硬的，对，对，真的。哦，我有这个盐味卷饼的，捏捏了，就是上很久以前。用转扭蛋拿到的，然后那个其他面包都是软软的，可是我拿到的就是这个盐水面包，结果超硬，完全没办法捏来捏去。你有吃过台式马卡龙吗？有，面包店卖的那种台式马卡龙，澳式面包感觉都很硬，澳式感。捏捏乐是什么？诶，捏捏乐就是可以捏来捏去的游戏。之前的不是章鱼烧吗？我家有很多，对，塑料玩具，剪哦，我又讲错是不是？那要怎么塑料？对呀，我给你们看好了，等我一下下，我去拿。あげるよ。备办吗？我看一下内容。我爱你哦，我也爱你，谢谢。好多，对，噔噔，就是这个，超硬，我要很用力才可以捏。然后你看，这是别款的吐司，这个就很软。而且还可以这样，那是可以吃吗？当然不行啊！你刚刚后面小猪打喷嚏，它好像有点在晚上啊？什么？上面他又讲了什么事情？吐司感觉很兴奋，可惜他不在。硬的不是拿来丢人用的吗？这吐司好像是真的，但就是一样的啊。图案也真像，没有啦，他们在乱讲，那就好。还有什么？这个也是小吐司。アイコン書いてみせてもらったらどう思いますか？めっちゃ上手でした。見ました。我看你的行動。然后他耳机讲帮我画我跟丽卡的就是图吗？对，超好看的。我最近很看你看得见。会甜吗？当然不能吃啊。这是传说中的哈密瓜面包，这是日式菠萝面包。这小土是怎么跟火锅土豆腐有点像？有吗？有吗？火锅的豆腐，小乌龟面包，
它里面就是乌龟，就是乌龟型的哈密瓜面包啊。日式面包王44号，哇，你都记得？那不是我画的，谢谢如果。哦，真假的？看到吐司想到最近的东海影片。哦，你有看？他对他们里面有一个成员不喜欢白吐司，可是我忘记了，我忘记是哪一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他们真的超会吃吐司，白叶豆腐。章鱼说是这个。我以前最喜欢的玩具，超可爱的，喂啊，什么的，喂，里面有章鱼。然后，如果就是老师上课就觉得好无聊的时候，或是很就是一直可以这样玩，超疗愈。不行不行，你有那种吐司面包抱枕吗？没有哎、欸，什么好恶心，里面还有料，对，咦。咦，没有，超级舒压，超级疗愈。为什么觉得很恶心？可恶，你们都不懂啦，超可爱的好不好？拿过来给。还有这个，以前是 cheese， 以前是长这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最近开始膨胀了，然后里面原本有粘土，里面的粘土也干了，完全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捏一捏，里面只是个空气，可能是炸弹吧，小心点。我的这个可能就要，最近可能就要丢了，轰炸，面包发酵了，难怪鹿卡喜欢史莱姆。史莱姆我没有在玩，韩妹会玩这个吗？不会。啊，这是泡芙的也很可爱。看久一点可能会爆开，不是三角豆腐，是卡曼贝尔起司，起司啦，起司那种高级起司，我只看到白白的，原本是三角形的。还没看到那个章鱼山里面的章鱼有没有说恶心吗？没有，他也说很可爱，而且很多人，我那时候破 IG， 很多成员都不是很多朋友都问，哎、欸，你这个是哪里买的？好可爱，不是阿给啦，可恶，你就是 cheese， 而且在日本买的很贵很贵的，其他都是转扭蛋，顶多60块到100块，这个就200-300块吧。那至少有300块，比较贵的，结果被收钱，很像阿给。所以，他のはガチャガチャでゲットしたのがほとんどなんですけど、これだけは日本でに行った時に買って、多分他のより2-3倍ぐらい高い。这个真的不行了，我要丢掉。等等再丢吧。还有这个，当当。原来是日本买的很贵，外形像气质，对，因为那不是转扭蛋。哈，大福，很像月饼吗？这个也可以这样玩，温泉馒头之类的。这边写橘子口味的大福，这个蛮可爱哈，嘿嘿嘿。什么比起章鱼，哪有章鱼最可爱好不好？而且这是软软的，外皮是软软的。还有这个，こ、欸、れの中国語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我忘记这个的中文。毛豆，枝豆，对，毛豆，对，可以这样。啊，でもこれソラマメっぽいな。这好像不是毛豆，比毛豆大一点。对对对对，豌豆，对对对，青云说的那个，这个也蛮好玩。什么这个好很多？对啊，这个也可以。前阵子不是很流行毛豆的捏捏乐吗？不是长这样，我记得是细细的，有三个。为什么不卖真的？我好像是那个大福，真的就吃掉就没有啊。
对，毛豆三兄弟，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超级流行。那个豆子我怎么有印象有产品？对，里面有豆子是狗，对，没错没错。我没帮他画脸，没有啊，这个不能画的啊，出来里面的东东，不想碰墙会咬，不能给他们玩。还有这是京都的森巴桥吗？可是这个也快坏掉了，而且里面的粘土也变成这样。嗯，很久以前买的，雅兹哈希，就是那个狗。我真的很多啊，诶，我有虾子诶，虾虾在吗？对，快烂掉了，我玩了，我玩得太开心。三八桥名产，对呀、啊，去日本的时候玩扭蛋。对对，原本是长这样，虾虾，然后它也可以这样，哔，可以分开。虾虾晕船应该不在，是吗？那就欺负它，哔。看一下，还有什么？肉包，そうやって好き系そう、なんかね、昔ハマってたのすごい。还有这是动物大福系列的，也可以这样欺负它。这个长得怪怪，好多。然后这个其实是小鸡，可是被我玩的。我玩太开心，他的眼睛快不见了。对，这个也是。这个跟这个是同款的，然后这是新版。这个我还没有玩坏它，玩到眼睛不见，好可怕。对啊，小鸡蹦蹦，小鸡，这个也是小鸡面包。嗯，就差不多了。我的手要小心。摩斯的红豆汉堡长得超像假牙。红豆汉堡？什么逆袋？如果到底喜欢，就是以前很喜欢这种，就是有在收集就对了。あとこれは多分何かの中身。什么橘子啊什么的，这很像 QQ 球，坤落橘落，嗯，ね、なんか取ってあった、しまいます。对，现在我不太会玩他们，因为我发现我一玩他们就越来越变渣。为了握手会做特训，可是你们的手又没有这么软呢、啊？还是我拿这个，我把它当成粉丝的手，然后这样，你好，那个有味道吗？有些就有香味，这个像这个就有香草味，可是章鱼烧就有塑胶味，这个就没有很香。如果辛苦的压力看起来很大。一千啊，一千，破洞了，破洞了。那我给你们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对，真的是粘土，而且是已经，好像是纸粘土，可是已经干掉了，所以没办法。嗯，刚买的时候就是可以。耶、坏了坏了，好吧，那就丢掉。谢谢你，拜拜。这个不是最贵的吗？可是因为我玩它太开心，所以它就坏掉了。嗯，就是上次大学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嘛，跟朋友一起买的，不是阿给啦，而且2021，2021。几岁了？4岁吗？
也3年多，对，应该是4岁还是3岁？好奇就可以有没有握手会捏一捏粉色的手有骨头声？没有，我怎么可能用那么大力捏粉丝的手？这明明是魔术，什么阿给？是 cheese， 是 mozzarella cheese。拜拜。卢卡多捏瞎子的，赶快把什么奇怪的海蟑螂丢下来。不听话的，不听话的粉丝要小心。OK， 你用力。还没炸的臭豆腐，第一次看到阿给里面加 cheese。哎呀，那不是阿给，是 cheese。抹茶的了你？是抹茶的啊？应该是抹茶的。看吧，泡芙跟面包跟你们说拜拜，还要装回去。所以你们觉得哪个最可爱？这个吗？面包拜拜。哦，卢卡哦，这个回答可以。你有吃过阿给吗？有啊，上次简直值得吃，可是我没有那么喜欢。阿给最可爱，嗯，温泉馒头哦，对啊，这个蛮可爱，而且下面后面还写。食べられません，不能吃的意思。除了章鱼以外的，章鱼明明是很可爱，应该这样嘛。好，你我最可爱，谢谢谢谢，开心。等等再换回去。看不懂日文就吃掉，应该咬不动。我喜欢豌豆，我也蛮喜欢那只，这个蛮可爱。卢卡最可爱，所以可以捏一下卢卡吗？我们礼物有没有捏捏你？只有戳戳你吗？啊，好了。对，然后我今天卡妹帮我买这个。剑叉巧克力的新，好像是新口味，其实卖很久，可是我都没有吃过。哦，谢谢送我戳戳你，谢谢 Sega， 谢谢哥加送白马丸子。去日本饭店里面看到温泉馒头会超开心，可是你们记得泡完温泉再吃哦。谢谢哥加送我戳戳你。有些观光客就看到馒头就很开心，一开始就吃掉，然后他们就直接泡温泉，然后泡温泉后。他们不知道会低血糖，对，然后就会很不舒服，还蛮好吃的。要唱歌，我觉得今天还是不要好了。咖啡那么好的，泡完温泉不是该喝牛奶咖啡？对啊，牛奶咖啡也可以。哎呀，可是温泉应该是现的，温泉后应该不太会喝。那个扇斗后会喝，扇斗的中文我想一下，就是大浴缸、大浴场。原来会泡温泉会低血糖，不记得会，所以日本的温泉浴缸才会准备了一些温泉馒头，不是馒头啦，温泉，对，温泉饅頭。时间可能不太够，那我们继续聊。对，钱塘对，现朵。要吃炸温泉蛋，炸的哦，炸的我没吃过。哦，馒头没错，对，我想说，台湾的馒头不是这么大的吗？就是早餐才能吃的，温泉不是配烧酒吗？我是没有这样过啦，我没有喝过烧酒，我讲在酒。日式馒头，我已经没有泡温泉的印象，那是山东馒头炒的，对呀、啊。然后里面有些馒头里面有馅料，台式馒头，可是台湾的也很好吃啊。温泉配牛奶，我直求泡温泉要自己并顾好身体，不然我要去救人很麻烦。台湾馒头，日本叫无限包子，对，
香香，欢迎回来。怎么了？又卡了？碰讲叫了就卡了。妈妈，好可爱哟、哦！那我试试看。没有包东西，怎么是包子？我这个系列的最喜欢的是白色，白色加咖啡色的那种，然后再来喜欢原味的健康，然后再来喜欢黑色的，这个我没吃过。でも私ココナッツそんな好きじゃないんだよな。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叶子脆饼，叶子脆饼的口感有点怪怪的。叶子比较不甜吗？真假的？好常看日卡直播吃甜点，对呀。以后我在那边啊，椰子哦，对不起，因为我在客厅吃，我妈会不开心，因为她说吃什么甜点啦，对呀，她会念我，所以我都在直播的时候吃，这样就不会被她知道喽。めっちゃこぼれるこれ。よいしょ。いただきます。还算可以。只是椰子脆饼就真的比较好，不太好咬。但女儿身材这么好，她是在担心什么？对啊，你这么瘦，还可以，还可以。那我还是比较喜欢普通的。对，比较干。金沙也不是有三种吗？我最讨厌椰子的。谢谢重色送的真情告白，还可以，就是不建议买。也不是不建议啊。白色本来就比较蛮甜，黑色的那种巧克力味比较黑色吗？是吗？我比较喜欢咖啡色，黑色的我觉得甜度不够。椰子脆饼我不太喜欢，对，比较喜欢一般的跟白的。我最喜欢全黑的金沙，全黑的我也有吃过，我觉得原味的金沙最好吃，我自己觉得啊。对，再来是黑色的，黑色的就是上面有一颗一颗小小的巧克力球，然后白色的不喜欢。其实那个不是有三种口味吗？然后我买三种口味的金沙，我白色直接给别人吃。会不会是原味比较常吃？因为原味最好吃啊。当白色 QQ， 还是有没有人觉得白色最好吃？谢谢子娇送我罗伯特机器人，有椰子的我也都不喜欢。白色直接拜拜。好酷哦，谢谢送我什么闲护汽车，小叶喜欢白的，那我白色的都给你。野果我也还好，因为都干的，金沙白色就还好了，我觉得不行，白色就还好了，我觉得什么意思？所以你觉得不行，还是觉得还好？洛璃晚安，露卡给的我也要。白色丢给男生吃，那男生就晕。对呀、那我偷偷放你的桌子上，还好，但是不行。多吉，谢谢送叶灿蓝，谢谢送四叶草。卢卡给的就算是白色，大家也觉得怎样？
谢谢子娇送我好多野餐人，谢谢洛璃送我一封信。有忘记是，我忘记是小玉吗？情人节的时候，你把金沙放在喜欢女生的桌子上，然后发现那个金沙被移到别的女生的桌上。你这样人家收到礼物会有爱慕者啊？是生日哦。你这样人家收到礼物，你我说给谁给的？吓死！所以我帮你，我生日的时候我帮你买白色的金沙，然后放你桌子上。比如一个女生跟我告白，我觉得她不错，但是我不要。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这个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但是我没办法跟你在一起。圣元，谢谢送的行李箱，谢谢子佳送任意门。大家都帮你哭哭了。谢谢圣元送戳戳你，好人卡，我们不适合，对。超级会的姐姐，对，哦，我觉得她不错啊，可是虽然她人很好，可是就是，你人真的很好，谢谢洛璃送我真情告白，男生会把女生当作好人卡吗？あんまり聞いたことないんで、なんか。女生が、我常常听的就是女生把男生当做好人，好人卡，好人卡。可是相反颠倒的会吗？男生会把女生当做，也会这样吗？甜甜圈外人真的很好啊，还是会哦。昨天是我高三告白失败的六周年，乖乖，没事的，没事。我也有，我算是失败吗？我当然也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对。就算我这么好可爱的女生也有失败过的，没事没事。卢卡你是个好人，但我喜欢是卡妹啊，有啊，发过好人卡。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我真的不，我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你人很好，值得更好的人。还是会，但是男生接受度比较高。相当嫌じゃなければ男はとりあえず付き合っ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まあなんかでも年を重ねるにつれなんかね、そんな気がしなくもないというかまあ、わからなくもない。告白日常。而且我很好笑的是，就是我不是说，我不是最中二的时候告白别人吗？那时候呢，我原本想要当面讲。可是发现我想要跟他表白的那时候，发现前面一个我的朋友也在跟他告白，然后想说已经有先客了。谢谢小月送好忧伤，谢谢长生送真情告白，谢谢小佳来送我枫叶，笑死你在排队，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看他就觉得哦，还是不要了，我不要了，太可怕了，对。谁拒绝？如果我帮他做，没有，也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接，也没有被说谢谢啊什么的，好好笑哦。最后跟谁？什么意思啊？没有没有，就是他要离开台湾那天，他不是没看到戏，有啦，一定有。后来他长大之后，就是告白那个男生的女生，跟我是好朋友。真的好，就是过了那个之后，就发现突然莫名其妙的，就是感情变很好，然后就变跟他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女生现在在日本，然后那个男生也现在在日本。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常常就是喝酒，对。然后前阵子好像有刚好聊到这个话题，超好笑的。然后那时候后来发现那个男生那时候说，就是他一直有疑问，为什么回去的那天你们才跟我说这种话？难怪你会想到，对呀，好可怕哦！
拥有共同的敌人就变成好朋友，对呀、啊。他回去了之后，就是对我跟他就变成超级好的朋友。这些机会都不属于我，也不一定啊。他也没有什么，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又不是帅哥，他不是帅哥。最后的想要没有遗憾，对呀、啊。可是他可能那时候不懂，不想留遗憾吧。很多告白是都是毕业那天才讲。对，我们是这样想，所以才是最后一天才讲。可是那个男生觉得，为什么最后一天你们才会讲这种话？我要怎么办才好？对，他可能那时候这样讲，他哭了一地。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呢，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他喝醉的时候，他跟别的男生朋友说：“我觉得宫田好可爱。”然后那个男生朋友就是偷偷转给我讲，然后我听到就觉得 就很开心。对，就是他太晚发现我是好女人。我还以为他喝醉跟其他男生告白，不是啊，男生朋友，我也这么认为，没有，才没有，先不要，先不要。许阿北，谢谢送花片，多多谢谢送我玫瑰。可是换我，我现在换我对他没有兴趣。我一看他就发现，如果是好女孩，真的有眼光。对，有眼光的男人真的很好。我不喝酒，我也觉得宫田好可爱。搞不好是说卡妹啊？没有，他怎么可能知道卡妹？我的同学都以为我是独生子诶，因为卡妹读那时候读别的学校。我们通常读日侨学校的兄弟姐妹也都是读日侨，所以在学校没有兄弟姐妹，他们都以为都是独生子。我没喝醉就觉得说卢卡很可爱，赞。卡妹在别的学校当老大，我觉得有诶，我觉得她在别的学校当公主，不然她个性怎么会变成那样？好，那我今天红包不见了之后，就跟你们说拜拜了。一个小时过得真的很快。对，通常兄弟姐妹都是读同一个国小、国中。他是喝醉才敢说，不过喝醉才觉得可爱吧？对呀、啊。所以反正那时候就觉得，虽然当时的国中国一的时候的我，可能就是，就算也没有后悔了，可是心情可能就是没有到完全解放的那种感觉，也不能说就是，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ね、なんかしてよかったなって思った。对，那时候想说哦，有表达，那时候有告白。不是变成不好的事情。对，为什么卡妹跟你念不一样的学校？我爸决定的啊。他一开始也叫我读台湾的学校。哎，心语先生好忧伤，不知道卡妹如果知道你的粉丝对他的影响，这样他会怎么想？卢卡让，对，卢卡读日侨。告白したことある楽しい。そう、なんかね、卒業式の。卒業式じゃない。なんかその人が日本人学校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みんなよく転校しちゃうんですね。まあそれで当時いいなと思ってた人が転校する前に、じゃあ最後に気持ちだけ伝えようかなって探しに行ったら、違う女の子が 告白してて、で、その告白が終わった後に、取り巻きの2人の女の子がもういて、お疲れー、告白されてよかったねーみたいなのもいて、この状態で、この状況で私絶対言ったら絶対中学生活ネタにされるわと思って、で、やめたの、そこで。谢谢送我浪漫的相机。说不定都喊某些甜甜圈的名字。请你喝醉会喊谁的名字呢？让我们下次试试。我怕我会说女甜甜圈，对，就是我刚不是说
我想告白的那时候，前面有一个女生也正在告白嘛，然后呢，她告白完后，然后发现别的有一个我们班的女同学，两个女同学哦，她直接跑过去那个男生那边说：“啊，辛苦了，被告白，你这那点呢？就是那点，等等，就是那两个女生也在偷看他们在他们告白，对，不是插队，不是插队。”就是他们只是在看戏，对。然后我发现，哦，我这个情况下绝对没办法跟他讲我的 我的那你我的那你感受，对，不是，那两个女生不是喜欢那个男生，这只是朋友而已，对。然后那两个女生也知道他另外那一个女生会今天跟他告白。对，一堆人在看戏，对，我是不小心看到的。然后他们两个女生是故意看的，对。我觉得那两个女生真的不行，就是个性不好，还嘲笑别人的感情，真的不 OK。对，然后Luca 在后面超级尴尬，想说哦，不行，俩 红包发完了，幸好 Luca 排后面，哎，真的哎。真的，我现在这么觉得。如果我在排前面，我的戏一定被那一个女生看到，然后那两个女同学也看到，全世界就知道。真的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对，然后我人生中。表白了，真的只有那一次。对，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就觉得，我就是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就不敢跟男生告白。跟 那两个女同学抽成太快了，对，如果他慢了一两秒，说不定接下来就是我说“ちょっと待って”，先等一下。不要吃，不止吧？你握手会不是跟你表白？哦，对哦，对，哎，有吗？哎，那是告白游戏，这边男生开放盖吧？哦，可以，可以，难怪不敢我跟我告白。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げたら成功したかも。あ、でもね、成功しなくて、伝えたか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から、なんだろう、本当に自分で気持ちに踏ん切りをつけるために行ったっていう感じだったから、ね、ただそれを笑い物にされたくなかった、その他の子たちに。你可以告白、你放歌、你不要的金山就好、我会自己吃。男は2番目の女の子に告白するって聞いたことがある。1番はルカちゃんだったかも。你手上有拿红玫瑰吗？你有自己演过怎么告白吗？没有。ルカ告白明明就那么熟练，我心直接坏。我真的没有念啦，对，其实我那时候想告白，不是因为想跟他在一起，就是他离开前，我想把这份心，就是要结束的那种，懂吗？很像 Only Today 一样，回到朋友关系，不是，对的，切断，切断，这份心意给他做个隔断，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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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没错。懂，结果他说我不去了。 没有，跟女生干嘛要鼓起勇气投，应该不敢谈恋爱吧？我不知道哎，看人。对，做个完结。对呀，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跟他想在一起的意思，想做个完结，可是没有被说谢谢你之类的回应，我还是有点不太开心。对，我当时觉得你把我的心当做什么？可恶！原来这还是悲剧结尾。对呀，告白这件事很可怕。啊，我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再讲一次。我现在对那个男生完全没有一点点的那喜欢的心，什么都没有，是因为真的。完全没有，所以我才可以讲这么多。对，
所以呢，你们有喜欢的人就多多说，一定要说喜欢他，对，所以可以跟我说，可以跟我常常说喜欢你，对。艾露卡被他伤透心，我没有伤心呐、啊，对。露卡，我喜欢你，谢谢洛丽，因为他完全没有回应，对。没事，可是他几年后就觉得刘佳好可爱，刘佳其实觉得不错什么。我听到这件事，这句话我就觉得 OK。好吧，露可，我喜欢你。乔丹想被禁言吗？可恶！露可好可爱，谢谢。告白失败后教室，回教室，我不小心曝光了什么？摆出一个大洞，那这是实话吗？你说因为不开心然后变，然后攻击布告兰，破坏公路。Luca 本来就很可爱，谢谢哦。锤哦，锤是哪里啊？锤出一个大洞，去年告白完，来、啊。也在怒，是真的吗？哎、欸，这个可以下吗？可以了多少？哎、欸，怎么办？我还想继续聊哦。我可以再聊18分钟吗？哎、欸，我听你们的这句话，真的觉得好好玩。不过然躺着也中枪，可恶！愤怒，继续。哇，其实那个也不是很硬吗？跟黑板一样的硬度吧？你又嘲笑我们？没有，才没有嘞！我也好想跟露卡多聊，露卡对这类话题果然很有兴趣。女生嘛，男生说不定可能就比较没兴趣，可是不是女生。楼下还有没有好笑的告白失败的回忆？我还以为是什么？新小说标题原来是真人真实，要不要再换 A B C D 跟 C 图？甜甜圈什么都是，对啊，没事啊，刘佳也有。布告栏的厚度大概空手道木板两片厚，青云要不要学空手道？那个是合成木板的那种，看来青云可以直接升黑道啊，黑带感。是吧？不然怎么会在这？可是 LEGO 不是读男校吗？男校感觉，比较少跟女生互动的机会。露卡记得回应青云的告白，不然就被吹的就是甜甜圈。不然下次被揍的是甜甜圈哦，这样太可怕了。你们真的会有那个洞？甜甜圈，甜甜圈也有洞。我怕他把冷气打坏，因为昨天是那个女生的生日 ，FB 还跳通知，差点甩手机，好好笑。那女生是多坏，是不是拒绝方法就很讨厌的那种 ？Deka 都跟男生，不要乱讲哦 ，Sega， 男校也能跟男的告白呀。艾斯，对，吓死物理的洞，对，那就变成真的甜甜圈。什么是艾斯？原来是物理甜甜圈，现在是搞事仔，真甜甜圈，我听全长说的啦，所以 Sega 也是读男校吗？啊，鲁夫他哥哥，啊 ，S。海贼王的角色，我们同一间。你说高中吗？是哦，所以 Sega 是 Leg 是 Sega 的学长吗？他哥哥也是甜甜圈。他说
他家人不让他谈恋爱，然后我毕业他就跟篮球队长在一起，难怪。对，难怪，那你一定会气死，都是借口。什么好地狱？等一下，可是好好也太巧了吧？高中组同一间，晚安，陈奈森。其实那还是国民团建，他们都是高材生，他们都是学霸。原来如此，是不是男校都是？对啊，我知道的男校几乎都是成绩很高的，女校也是，尤其是公立学校。现在是要报学校是吗？不用啦，不用，除非你真的很想讲。要啊，要当然要玩躲蹦。那如果可以先帮我问一下，卡妈不让女儿谈恋爱吗？以前她会，我妈会管，应该不会管吧？现在。但以前真的有男生跟我告白的，真假的？我是哪一种男生？谢谢洛璃送我直播的守护灵。我之前有约看电影，然后说没空，结果之后就看到他破电影票的照片。金鱼晚安，跟其他同学去看。我以为鬼灭的组也有甜甜圈，我都叫雷军学长。说不定是学弟哦。被男生告白我有经验，没事没事，你们都经验丰富啊，笑死。对，我不懂的是，常常被说男生经验丰富是好事，可是女生经验丰富是不好事，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像女生那种传简讯叫我老公，哦，那也没有办法。这个经验不用丰富吧？传统概念是这样吗？你觉得怎么？我不觉得没有经验的男生不 OK 啊。那种其实就是应该是谈恋爱的经验吧。刚刚我看留言内容。还是被男生告白的经验，男生被男生告白的经验，我目前我好像没有被女生告白过，对，是说谈恋爱经验吧？不是，是被男生的经验。谢谢陈大师送我告白气球，被男生告白的经验丰富。哦，这个这个的话好像对。丰富比较好吗？不好说。那种到处炫耀自己经验都丰富的，我不 OK。哦，对，我也觉得。等等等等，就是等等等等。Popcorn 晚安。那种明明就的的确确说自己是单推的，也很不 OK。是男校真的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男孩子的，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因为身边都是男生嘛，对，会怀疑，但是会不会喜欢就是另外一回事，对，被男生告白，你应该要比这里丰富吧？还好我是真单身，没有这烦恼，就真的关注了。哎呀。尤其是可爱的男孩子，对啊，没事，身边都男生才会懂得男生的好。不思議だ場所だよね，男校跟女校。对啊，我也说，我高中是读普通的公立学校，如果我没上那间，我第二志愿是其实是女校。跟不上，又开始卡了。
我看一下到底现在有没有人乱讲话。卢 卡，我爱你，谢谢。卢卡大好き，卢卡我爱你，谢谢你们，我也爱你们。我先准备一下好了。卢卡怎么这么可爱？嘿嘿嘿。应该差不多吧。好，就算刚刚有人说单推什么滴滴又什么的，还有什么？对，我先。跟你们聊什么？等等，我想跟你们聊一件事情，就是对嘎吉乖的事情。有时候呢，有些成员问我说：“尤佳，你有没有嘎吉乖的粉丝？”对，以前啦，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对我嘎吉乖，说可是又不说什么都不说。我其实没有嘎吉乖的粉丝，感觉就是也有点不太，不太 OK。所以呢，我以前就是乱讲乱说，有可能那个谁谁谁是可能是卡奇怪的什么，可是，等等，我不知道，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成员会不会跟你们面前说，刘佳之前说你是对他卡奇怪啊什么的，应该没有吧。应该不会，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你们不要，也不要太当做真的，对，因为想说我也需要一点面子嘛，就说我跟别人说，我都没有给鬼的粉丝，我怕他们觉得哦，刘家人气果然没有那么好，这样，对不起，我曾经为了自己的面子，好像要卖。结果你讲那个，反正就是纯粹问你的声音。啊，就算了，你们也，我有时候也不是说，就是，虽然我相信别的成员应该不会这样讲啊。如果真的讲说，刘佳上次说谁谁谁说谁，刘佳上次私底下说你的事情啊，好像不太 OK，对，应该没有这么白目的成员。就跟被问到几个前女友会都讲个同样的道理，对，可是是以前的事情，很久以前的事情，对，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可以说感激各位的粉丝，难怪某些成员对我的态度变得怪怪的，有吗？就算你们呢在偷偷说说，其实我很喜欢卢卡，我是真的感激各位的那种，我也不会在这边说啦。绝对不会讲，对，不会在公开的地方讲，对，就算你们偷偷说，刘佳告诉你哦，其实说单推的那个粉丝啊，他其实是滴滴的什么，偷卖其他粉丝的，我也不会在这边讲，我也不会说，昨天谁谁谁密我说你其实是滴滴的什么的。所以现在几个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也不会讲，谁偷卖我？所以谁还是弟弟嘛？不会有这种人啦，我只是讲例子，就算有人真的这样讲，我也不会讲出来。等下其实谁敢自爆？原来谁敢是弟弟？讲例子，对，不是那个例子，原来有这招，握手去抱别的甜甜圈掉，可以跟妮妮说，莎莎也爱卢卡，不行，你一定不相信，你一定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一定说怎么可能？他只爱我，你讲完成员的反应是什么？好厉害哦，之类的，没有啊，怎么可能说好厉害？那就不瞒卢卡，这里除了我这样情况，其他人都是滴滴。你在说谎，
一样炫耀吗？不 ，no， 九段专请谁？嗯，反串要先说。对啊，我也反正我只是想说呢。ちなみに本当の本当にガチ恋ファンハリーのメンバーっている？どうなんだろうね。私は割となんかオッケーというか別にまあ好きになってもとのタイプだったんだけど。ルカの回答是正确。你可以跟别人说我是ガチ恋你啊。好，那我下次真要有人问，我会说强纳森是ガチ恋我。然后之后那个成员说，刘佳上次跟我说强纳森是ガチ恋你是真的吗？我一定不会说，你一定不用怀疑。像我专情的没几个人，今天不是愚人节。我专情大概不超过十个成员 ，OK。我就问这里谁比我还在意后面的小组？冒透，当然专情卢卡。你会不会讲很久太多了？我只推卢卡，对。目前没有人偷卖社员，没有人说社员虽然在这边都说卢卡单推，可是他其实是弟弟哦什么的，没有这样的粉丝，放心。ガチ恋さん每次都会换名字算弟弟吗？他会，今の言い方だと割と真剣に聞かれたのかな。メンバー同士によってそういう会話場合によっては危険だよね。そうなんだよね。そう、まあ私は絶対に言わないけど、そう。什么？其实社员他点点点，所以他是负责卖人的，没有。他只会说他自己的事。难道有人卖我啊自己？对，雷鬼也是这，雷鬼也是在说自己的事。日卡有说别团的没关系啊。嗯。哦，晚安。反正我在这边不会，绝对不会公开这种话，所以大家放心。我知道不是弟弟有三个，帅元、盛元，第三个我不能说，第三个是谁？而且前面两个是一样的。什么？现在别团也不行了？别团，我也没有，我本来就没有说不行啊。什么盛家？怎么了？是不是叫声的都是？是不是叫声的都不是滴滴？我不觉得这样欸。三妮妹夜圣茶，不行，甜甜圈太多圣茶，太好笑了。我不是圣，我是圣元队。那我要改名圣家吕圣家啊，重圣。对啊，重盛是单推的吧？单推我吧，好笑啊！好，那其实差不多要念吧。哥江，哇，李冠今天第一名呢！今天的第一。感谢这个家族夸大，我也是单推，我知道，呵呵，谢谢你。今天夺梦大家都改圣茶吗？还是我改成光田圣家？视频好了啦，哦，青羽不相信你。还是如果不想用那个圣，就是可以改重圣的圣也可以。不能单单推了吗？其实Sega就可以用本名。对啊，Sega赚到了。还有王先生也赚到了。小玉很乖，Luca可以相信他。我知道你现在。啊，对，你现在对。对，你现在确实是对，
对，算是短腿。继续，上次是关于有一个状态。对啊，说不定下次名字是跟你们别的人的名字哦。我也是单推什么阿尔卡，刚刚又不是礼貌的，因为这个事情不太，讲我自己讲也好奇怪，对，ちょっとね、デリケートな問題だからね。对啊，有可能像我下次名字用什么什么子娇啊，什么宫田子娇啊什么的，宫 田诗儿啊也有可能哦，什么宫田将将啊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叫 Happy Luca 什么的，反正我今天用宫田胜家，宫田什么？我说诗儿啊怎么了？对啊，宫田九代也有可能哦，对。都有可能，反正今天就用"胜"这个字。宫田家家，みんな宫田家家，对。好，明天一阵直播见。明天一阵直播，怎么了？怎么了？明天一阵直播见。哎，我明天也会开播的，讲对。我就改那个什么 Happy Luca 吗？没有，我说也有可能我下次玩游戏的名字改成 Happy Luca。今对啊，Happy Luca 是我的。友 善财玉知道吗？看来今天总共都是宫田胜场。没有，你们可以不用宫田的，看你们。等等，啊嘞，哦，排名原来变了。旅馆孤江少园，我要改成 Happy 虾虾。有没有人名字叫 Pola？这样就变成 Happy Pola。好想好想你。一起跟你 happy 下下的什么 ID，听起来蛮难过的。对对，快乐宝啦，你们怎么知道那个？因为我算是迎新跳这首啊，Happy Pola 的歌。一起跟你 happy，嘟嘟嘟嘟嘟嘟，我要跟你 happy。对呀，不知道宝拉现在，我太久没有看到宝拉哎。对，然后就是一堆男生在前面跳，请开始你的表演。那明天再表演吧。如果明天我真的没有事做，我就表演。好，明天我再播一个小时。而且舞是我编的。舞是我编，然后我叫男生们跳那首。明天两首歌好了，对，我觉得刚开播就直接唱，我怕来不及。对，OK，今天的第十名是，今天的第十名是班伟，谢谢班伟。第九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八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七名是陈大生，谢谢陈大生。第六名是 Sega，谢谢 Sega。第五名是 Legun，谢谢 Legun。第4名是崇盛，谢谢崇盛。第3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2名是孤酱，谢谢孤酱。然后第一名是女子娇女冠，谢谢。还是刚开播就跳也是可以啊。明天是不是只有我开播？都开晚安，晚安。那我等一下抖蹦10点，不对，12分有点赶，16分开始玩好了。对，16，10点16，10点20，10点24，10点28，10点32。
明天叫我个人开这么多，可恶！嘿嘿嘿。OK， 然后我名字叫宫田胜卷，还是宫田流胜哪个比较好？还是胜田流胜？还是宫田胜卷好了。この間遭遇できて嬉しかった。え本当に嬉しかった私も。でもこの間会った人少なかった。我上次玩五场只有遇到五个成员，10:40那一场我没有遇到人，嗯、那就胜家啊，对哈、哦，他也叫胜家，对耶 ，OK， 拜拜，大家拜拜，胜家好听，胜家不好听，好，10:16哦，16，然后再五场，嗯。然后22秒 ，OK， 拜拜呢，拜拜。爱你们。